今天收到一个粉丝叫我帮他挑选一台三星的 S22U 国行的安卓机房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行情，跟着我的镜头一探究竟。走，我们帮他整体看一下外观怎么样啊？这个后盖是嘎嘎亮啊，没有任何磕碰发炎。看一下这个边框也是非常的亮啊，挑选两天了啊，才帮他挑选到了啊。这个还有个手写的笔啊，这个笔也是非常的给力，这个还可以拍照的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这个屏幕显示效果非常的好，因为三星的屏幕是所有品牌做的最好的啊。我们进入它的测试模式看一下，这个气密啊，这气密线是正常的，像这种气密线正常一般就是原装机器啊。看一下屏幕有没有黑点、彩点这些，白色页面非常容易看啊、因为这屏幕很贵，所以我们要看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手机啊 ，S22U， 看一下这个四个 CH 就是国行的意思啊，任何版本刷了都不会是四个 CH 啊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一亿像素怎么样？哇，非常的清晰啊。安卓的机房就是不一样。老板，现在出多少？现在掉了5000。上个月是多少？上个月6200，直接掉了500。三星果然是跳水王啊，一个月就跳了500。兄弟们，这个一跳水就是跳4500的啊、我们成功的拿下啊、给我记个算吧。